很久很久以前啊，人类诞生了一批奇怪的异类，我们称他们为异能者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异能者，还有治愈者，就是天生可以治愈饱受异能所带来的副作用的人。哥，你身边一个你喜欢的，一个喜欢你的，会不会很苦恼啊？你们俩是不是悄悄好上了？你会选昆兰还是选我哥？13年了，他又出现了。我留着他是想验证一件事情，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治愈者。我现在有点同情那个女孩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许你再接近这个齐勋，你懂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。这世界根本没有误会，全部都是谎言。我没有滑向深渊，因为我在深渊里从来就没爬起来过。你给我滚！你让我进！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，我告诉你，没人比我更在乎齐天，更不想让他离开。老天爷赋予你一项能力的时候，也会拿走你的另一个东西。